舒服舒服。对，舒服什么？在什么情况下？对，没有。好，第一次也安慰别人的心。难过了，真的。小葵也是被遗弃的人，所以他看到主任，我应该是最懂主任感受的。你身体也蛮烫的。要因为真的情绪都会这样吧，你头皮也蛮烫的。我是全身，我现在脚底都在烫。待会我们给正阳一点的 feel， 让我们芭比也湿。哎啊，不是什么来着？女装湿。OK。擦个袋，那我就可以飞出去，没有。试一下，小尖尖其实就还，对不起对不起，要这样子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觉得李维私底下其实也蛮像书生，对，就是有上上书聊到那一个两个人是那一个，飘去。我不懂为什么最近都是想要用右脸面对观众，故意耶？我没有，为什么？我想知道。就看角度对可以啊。好，我们我们你抬起头来，跟我过去用摔跤做做。大哥，来就这样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是我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来，前面拍了，拍最前面。全部去减肥照。
你要叫欢迎光临 Mars 酒店。欢迎光临 Mars 酒店。方向错了，你算了，不要尴尬。大哥，我帮你。欢迎光临 Mars 酒店。好，我们 Mars 车准备要退喽。我走神嘞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我要出走神，苏然捡没到。我就冰心来了。这是我们特别为了你去跑车，对，今天这个行李要大。车上不是应该有小姐吗？小姐就好了，差两个。那个，待会安排两个啊。谢谢谢谢。第二颗哦，那为什么阿拉比卡是我们高山豆子比较好？因为第一颗豆子会分泌臭味，去抗臭。所以抗什么？虫虫会抗虫，所以超过1000到2000左右的时候，它不会分泌的臭味，上面那个菜的，所以它先天条件就有问题，它还能跟着我们的臭味。就是真的好的咖啡，它是有海拔比较高，它温度也比较低。哦，对对对，1200度，1200度，高海拔。来了，你要的85度 C 热水。不是只要把滚烫水加进去，然后再加一些糖还有奶精就好了吗？妈的，我当时都不懂。我教你啦，品尝咖啡要在温凉的时候开始品尝，接着一句不烫、温冷三种不同温度来品尝咖啡。原因是因为过烫的水温会钝化舌头的味觉，啊，懂吗？爱情中能不能够接受善意的谎言？其实我是觉得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善意的说谎大师。换个角度来讲，别人这样子对我的话，我可能也会有点生气、有点难过。但是我知道他是我，所以善意的谎言是可以接受的。顾名思义是善意的谎言嘛，那就是为了对方好，不要让他担心。其实是很小的事，根本没有影响到我们之间的感情。那既然是善意的，就是还是很爱着对方，所以我觉得，这是可以接受的。我觉得我可以接受那善意的谎言，对，因为他是善意的。凡事不同意这样的事情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接受，如果我的另一半突然跟我讲说他要离开我，然后我一年后才发现他已经输掉了，因为他生病却没有告诉我，我可能会痛苦很久。哎，你看，谢谢你帮我拿扁子，好可爱。对，我所以我不同意，觉得两个人最好都是没有秘密的。那如果在当下是说善意的谎言的话，我可以接受。如果呢，他说当下不是善意的谎言，然后是恶意的谎言的话，就。